大家好，我是 Jerry。 我们今天呢8月28号我们来参加1971年呢台南第一次呢拿到威廉波特冠军，今天呢满50周年了。那今天呢在安平古堡的现场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纪念活动，我们去看看吧。 Let's go。今天呢，在现场，我们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老球迷代表，是我们的 YouTuber 蔡杰瑞。吴先生你好，买到那个球那个。哦，是。你好，有空吗？可以帮我签个名吗？签名啊？对啊。哦。哎，是你。看得出来吗？我在这里啊。这几个是谁？这个是李居民，这是李居民，对，李全成。他今天在加拿大、OK， 他会连线进来。好，这个是叶世坚啊，哈，涂中南，涂南，对，陈进谦今天会来。 OK， 叶世坚今天也会来。好，这个是吴志雄。好，会，对，我对他吴志雄，他今天也会来。陈明焕不在了。好， OK， 林文闯在美国，他今天应该也会连线进来。 OK，许金木他身体不太好，所以 他跟我抱歉。当年你们两个墙头，魏景麟今天会来，对，许生敏，许生敏离开了。这是沈清文，他今天会来。OK， 他这是李文瑞。啊哈，来，签在我名字上，签在我照片那里。对啊，签上面都可以，都可以。日期？对啊，对啊，对啊。今天是2021年。8月28，对，我们冠军赛那一天就是8/28，真的，美国时间，哦，对，就是今天。Okay。 但是台湾是8月29的凌晨。对，对。这颗球就是当时的这个，你们当时50年前的时候，你们拿到冠军，那，啊，你们团签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小朋友还不知道，那我相信他这个球就是他签了之后送给当时的 MLB 的执行长，然后他在2007年就过世了，然后他们家人就把他的收藏，那当时有这一颗台湾小联盟的棒球 champion， 然后听的 Hall of Fame 是他的赠品，对，然后是他老婆签出来的，然后委托这一家去做拍卖，拍卖，对，然后他有记名人堂哎。10年了，他们两个会来。之后签名跟现在签名还是有差哦。啊，对了，我觉得现在就比较对，比较吵了。我还是可以写这样子，这我可以证明是真的啦。那个签名我们都知道。然后他当时有一些写那个什么台湾签名啊，不过字都已经掉了啦。那个时候字就是这边啊，台湾签名，台湾签名 team 嘛，应该是这样子。嗯，对啊，有些字像这个就掉了，那可能是我们比赛用的球。对，这是那时候看到，这是那个 Little League， Official Little League， 所以他是当时的那个球。所以我在邀请讲，我这个球杀去光正三围立体建模，立体建模。做你，他重要是要签名。对了，刚刚那个博士讲的说，就是把它拍起来，然后变成说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留下来是不错的事情。对啊，所以改天再跟博士约时间哦。然后那个上次我在那个棒球名人堂啊，龙潭那里面有一件球衣在他那边，那球衣在台湾比赛用的吗？那个球衣是我们等一下，那是全国冠军。对嘛，他写中华民国。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件球衣，然后那时候那个谁，他们里面那个庄主任有跟我介绍你那件球衣啊。我说我才想到说，那时候我有这颗球，来跟那个记录放在，又拍成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了，啊。对对对对。所以今天终于见到本人。对对对对。就是意思说，球棒跟球在比赛之前要经过我们实验室检测，它才能允许在比赛上正式使用。是每一支都检测吗？还是抽测？就是它那个品牌如果要获得 WBSC 认证，允许在 WBSC 办的比赛上使用的话，
就要经过一次这样。球棒的制造商在美国的话，各地都有，大陆也有，台湾也有 ，OK， 美国也有，所以台北的话就是专门做台湾的，没有没有做全世界，全世界，对，就 WBS 的。里面球怎么切的？用那个，我用锯片去切的，超难切的。那个要很慢，就是慢慢的，让它每一个那个毛线都先切掉。这边是科技棒球。OK， 所以这边现场呢就有一些科技棒球，让大家看说现在新的棒球呢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那老物的话就在另外一边。Okay，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文物。现场呢不是只有在展示说以前棒球的文物，他也在展示说呢棒球在五十年之前呢跟五十年之后我们要走的路呢到底怎么走。来试看这个球，球速97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它可以呢侦测呢投出的棒球的运动轨迹。这是投手的刘彦达 ，OK， 是的，相信呢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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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像镜头，镜头，然后抓球。Uh-huh， 那我们试过了投手，我们试看看说打击会什么样的数据出来吧。打到对不对？有，这有吗？有，这个马上看。我打打超烂的了。你需要多久？我问你。这是几年？几多过啊？哦，哇！对，我们六十年去的啦，民国六十年，对对对对对，1971，对对对，1970。哇，那当初啊呢？这张相片哦，还保留下来，还可以再放下一个五十年。对，五十年没得。没啦，下一个五十年，让这些后代去看啊，观察出来。小导演刚刚卖杂品了哦，都没事，都没事。刚才在位置地。哦，没有，那个在等他。哦，我自己刷的，这个一块。是吗？内地这个还疼吗？免啦。啊，无，那边我也不吃不了。嗯。好，谢谢。家己都未坚持啦。我干冰无，应该有啦。我干冰无，我看下先。有啦，我吃不着。有干冰，有干冰。有啊，有干冰无？有啦，有啦，有啦。我咧没嘛。拢知啦，拢知啦。这个陈明煌啦，这无滴啊，这吴志雄，土中人。土中人嘛，无滴啊。无，土中无滴的。李吉明。你好，你好，这边哦。你是威廉波特敢去未？威廉波特应该这个吧？应该是这个。应该这个吧？这个啦，应该这个啦，应该稳定吧？哈。啊，这声明啦，这声明啦。应该这个啦，这是居民嘛？哈。嘿啦，那居民啊啦，啊，你做好人嘞，你。这个不需要啦，啊，这也稳啊。目镜我。对啦，我无啦，这应该这个稳定嘛。可能我上大坡的啊，上重的啊。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做好人嘞！好，谢谢。谢谢。你腿看到几嘞？哦，腿出来吗？对啦，是那个东西。对。你厉害。我伫土的边啊。对厉害，我底下土罗嘞。好，谢谢教练。不客气。应该拢搞了吧？我一直明看无。
有来的有沈清文、吴承文、陈金谦、魏景林，然后叶志先，有六位，对，都到了，他们。重量级的贵宾赖清德副总统，我先请赖副总统一站上贵宾头。是的，大家都知道的，赖副总统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棒球，而对于棒球的推广更是呢不遗余力。今天呢，在现场，我们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老球迷代表，是我们的 YouTuber 蔡杰瑞。辛苦蔡先生，因为刚刚呢，我们五十周年前的这个巨人少棒队夺冠签名球，就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花尽了身上所有的积蓄，就是要把这根球带到台湾，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这根球这么珍贵的收藏，在我们现场可以让大家一起欣赏，非常感谢呢，我们蔡先生。那同时呢，今天呢，在我们后方。请各位长官、贵宾，还有我们的英雄们，把我们的象征胜利的棒球高举起来，迈向我们未来的愿景。倒数三秒，三、二、一。今天的五十周年的巨人队呢的开幕仪式呢到此为止，那这个活动呢会持续两天，然后之后会再新颖，所以呢在这边呢将这颗球呢第一次公开了在这个场合上面。那一样呢，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 Jerry， 我在台南市安平区，拜拜。